咱守一守啊，不行的话咱就那个独当回去。他应该是不敢攻城，哎，这还能打下去吗？哎呀，你的攻防咋这么高呢？没事，就固守，就固守，啥不动他，他就固守。这个襄阳终于失守了，咱们跑到崖山了。杀伤敌方有生力量，来骗个反击，邪神去来一鞭子。抽他狗娘养的！哎，哎，您别说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局说不定能守住。咱们只要把这个大雕搞定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哎，您别说，您还真别说，您还真别说，这局他还真有可能赢。让邪神去抽他。哎，您别说，这局还真能打赢啊！然后我们还守住了，哎，我靠！你看啊，咱们居然守住了，守住！哎呀，现在要轰我们城门了，不好守。没事没事，他兵不多了，他兵不多了。好的，振奋人心啊，振奋人心的时刻，拔开又如何？好的，振奋人心的时刻，就这两个比蒙了，不叫事儿，没拦就没拦。这不一鞭子抽死吗？我靠，居然守住了，我靠，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厉不厉害？你莫奈尔哥厉不厉害？我只想问你厉不厉害。哇，这一局居然守住了，哟吼！哎呀，小老弟，不好意思呀，我有凤凰，这还有个末日审判，这不是就起飞了呢？哎呀，赢了赢了赢了啊，我宣布这局胜利啊，这局胜利，赶紧带凤凰去灭他，赶紧的，赢了赢了，这局直接赢了，赢定了，这局输不了了。给我送个末日审判，真有你的啊！咱们直接火怪加凤凰，直接平推了，这真有你的啊！这电脑是真会做人。咱们等下周一买凤凰去干他，这是不是就赢了？赢了，可以末日流了。他亲手把组件全部送给我了。咱们再在这个魔法学院里学个土系，学个火系，然后再换点钱买凤凰。哎，凤凰现在涨价了，3000一个。来来来来来，现在知道谁是老大哈？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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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啊，是不是看着很有效果？来来，好的，嗯，你是从哪摸？这咋又来一个呢？来，先回城守着，先回城等着。来来来，你就把部队都带着这儿啊，来，有种你就来攻城。咱们为了预防万一，咱们把这个火元素再买上。哎，咱们全部火元，全部火系磨免。来，有种来攻城。啊，蓝色背叛啊！嗨、哦，哎呀，你的洞就这么大，我还以为你要来翻盘呢，真的是。来，走走走走，现在你的兵就再多也没用了。咱们有末日审判，赶紧的去找他算账。我靠，咱就是说，这局，咱如果发成这个直播回放，会不会有很有效果？
这局真的是一波三折，这怎么能有损失呢？来接着打，啊还打不过，你开玩笑呢？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这个全员防御不就完事了？还不等开，再打吧。干嘛？哎呀！好，在这等一天，休整一天，然后继续上去灭掉那家，结束。哟呵，感谢你的三级魔法塔。啊，世界上还有一座城，就上面那家了。好了，结束。来喽，他的主力应该不少，他只要别出金龙。撤退撤退，赶紧的跑，撤退撤退，你他妈金龙出来了，来看多少人啊，他就一个金龙的话咱还可以搞定，来看一下有几个金龙啊，来看一下有几个金龙，不跑。哦，干掉一个木头车是吧？哦，三个金龙，这完犊子了，这完犊子了，我靠，这完犊子了，咱先回城啊，先回城等着。哎呀，我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他有金龙，咱等他来啊，咱等他来。有一个相当恶心的套路，我教一教大家啊，有个相当恶心的套路。哎，好，别攻城，哎，你这不能停一下吗？你这不能停一下吗？哎呀，小老弟，你就不能停一停吗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带一个凤凰先过去消灭一下他的有生力量，消磨一下他的有生力量。怎么才190的？哦呦，他有那个高级干扰术啊！这干扰术就是之前的抵抗力啊，高级那个干扰术他有。好，投降。城里是一个兵没有啊。没事没事，他打过来咱投降就行了。他打过来咱投降就行了。哎，好，没敢攻城。你的这一犹豫就直接导致了你的覆灭，我告诉你。哎，你的这个犹豫是千不该万不该，我再来损失你一部分的兵力。不跑，再来一个投降。把城里的兵一买啊，等到全部死光咱们再放末日，还行，还能守住。来来攻城吧。呀，他猪脑过载了。哎呀，这个金龙无处可逃啊，就这样吧。还是弹道术，看来是由北而来。来个火雨，火雨也没用啊。哎呀，这局能不能赢呢？这局能赢的话就结束了啊。这局能赢结束了。225，没用。刮个流星火雨，刮个流星火雨。咱的比蒙倒是可以和他搞一搞，来骗个反击。哎呀，你的这个英雄攻击力19点，我就问你多变态啊！啊，骗反击了，咱们再烧这个金龙，咱把金龙给耗死就可以结束。
揍他，搂草打兔子。然后天使血不多了，啪啪，复活一个，行。坏喽，不好办啊！你扫他，逃跑，逃跑，逃跑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没事，老家的兵又来了，咱们把魔法元素再一整上，可以，可以。他的几个黑龙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。小小黑龙，可笑可笑啊！哎，魔猿，哎，烈火，这地狱他一天过不来吧？应该是过不来啊！他过来了，咱们再独当啊！他应该是过不来。啊，事实证明我错了。来，独当独当独当，不独当不行，他没有兵了。啊，无兵可用，咱们甚至能守住，哎，咱们甚至可以守住啊。咱们甚至，啊，我在想屁事，我在想屁事，我在想屁事，居然还能守住。知道了，只有速去荆州，搬请云长，方能破敌。那这样的话好办喽，那换钱呗，把这德萨再整出来呗，接着换钱吧。这个城是不能让给他，这个城不能让给他们。来一个生死接力。在老家这儿再买出一个英雄来，哎，咱们来一个接力，把兵送过去。来来来，买兵买兵，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是相当的可以呀。哎，现在兵比对面多啊，比对面的兵多呀。可以守呀，怎么守不住的？这能守不住啊？那开玩笑了啊！好，这样咱们，哎，他不敢了，真没出息。有本事和我野战。他的兵是混编的，不多，打他，这都打不过，开玩笑，就是开玩笑。就他有这个干扰术，我相当恶心啊！哎，站得分散一点。啊，咱们的凤凰，哦，就打到他一个。哎呀，我天！哎呵，幸运值蛮高的。集中一切力量干掉他的金龙，能不能顶死？哎，怎么不复活呀？
哇靠，你还真的挺能打呀。哎，到头来还得靠咱独眼。哎，只要这个英雄不跑，咱们还有胜算。你只要别跑就行了。他只要不跑都好说。只要不跑，什么都好说。千万别跑啊！我现在不怕你跑。哎呦，防不胜防呀！哎呀，他还跑了，哎呀！这一仗，咱的这个火系免疫的兵都死光了，那还咋整啊？没事没事，好像还有几个火怪，赶紧的买出来，赶紧的，还有几个火怪啊！几个火怪简直就是，他跑了，咱们把他那个买出来，看看有没有这个人呀、啊？克兰，咱们找有没有他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他逃跑咱们是预约不出来的。咱们现在最后还有八个魔免的火怪。有八个魔免的火怪来交给你，一定要善待这群火怪啊！最后的火爹了，火爹不升级是因为没有硫磺，咱没有任何的硫磺了。咱们看看上面有没有金龙啊？咱们赶在周一之前，咱们赶紧灭掉他们。那你咋还有金龙呢？我靠！不要每次这样好不好？不错。哦，我粉丝的挺快啊！投降投降！哎呀，啊，没事啊，咱不慌，咱害啥怕呀？咱三个城呢，咱这三个城不害怕，不用担心啊。看他克兰买出来没有？没事没事啊，咱现在三个城，咱现在咱的兵力比他雄厚多了，咱们硬碰硬又不是打不过，就来嘛。你看这几个人啊，啊，这个是一个小主力，咱反正能逃跑，来带上人来，没有必要，咱们可以和他硬碰硬了。把这个邪神和那个恶鬼一买，我就不信还打不过他。哎，我还就不信了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咱这么多兵，我不信还打不过他。来，来试试看吧。来。行，来，应该是能打过、啊、他这就这几个金龙，他能多么恐怖啊！来，哎呦，这伤亡啊，这金龙怎么这么能打呢？哎，分散一点，分散一点，好，就这样。他是不是有神器啊？他怎么这么多黑龙啊？我靠，他真的是挖出神奇建筑来了，这好看了，他有神奇建筑了，我靠！一边是神器，一边是这个啥，真的是棋逢对手。他老家还有一星期的兵，骗个反子。过分了，流行火雨，
他这不是逃跑啊，他应该是投降了，他把那个部队又带回去了，赶紧上去灭他。哎，你是主力是吧？啊，不是主力，那随便打。哎，就这样，快快快，动作要快，来。最后的一战了，能不能赢就全看，哎，打一下吧，打是肯定打不过，来，这波是棋逢敌手，他是没敢轻举妄动是吧？200。真打不下来呀、啊！他的金龙只要敢出城，咱就好办。但是他不出城啊，他太聪明了，只能说，你这咋整啊？打不过呀！他不出城啊！我靠，来来，勾引一下！我靠，你太聪明了、啊！啊，你还射我火怪，你这太聪明了。我靠，你这真太聪明了。哎，这北伐又失败了是吧？没事，咱们现在还有很多的后备兵员，这边的凤凰又出来了。咱们赶紧的，咱们全民动员啊！咱们把这个资源都换一下，什么都不建设了，直接全部开赴前线，全部开赴前线，赶紧的，全部开赴前线。又没钱了，没钱了，没钱了，再过一天，他应该是有个神器建筑。他有个神器建筑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么难打。来来来，我们三个城的兵力还耗不过你吗？来，这局打的真的是棋逢敌手。比蒙没钱整啊，一直没钱呀、啊，不是在被打，就是在挨打的路上，你咋整这个比蒙呀？北伐又失败了，撤回去。他主力只要一出来就没事了。然后你还偷袭，没事，这个英雄不要也罢。什么都敢在头上拉屎啊！这个补给线来。冰元素不要了，带点厉害的过去。你倒是出来，哎哎哎呀，不对呀，老派点小部队过来，你这咋整啊？派着小部队咱咋办嘛？今天咱们就必须得去了。他又有一周的兵，咱们合一合这个部队。哎呀，这三个城还容易士气低落。来，回城待一天，回城待一天，回城待一天啊！真的是棘手。这局是棘手啊！哎，来了来了，好了，好了好了，这英雄不是罚站，这是一个兵线呀。咱们从这个元素城一天运兵到这儿啊，他必须得在这守着。他来了来了来了，咱们再往这放一放啊！来，敢过来吗？哎，别回去啊！哎，我靠，飞行骑术。飞行骑术我也不管了。
这星期数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养步都养不开，哎呀，赶紧的偷他家，赶紧的去领个副将，快快！哎呀，真是深得游击战精髓。现在他城里空虚，赶紧去把他家偷了。他应该是有神器建筑。哎，没人是吧？没人偷你家。你看我说吧，他有这个神器建筑，怪不得他这么强呢。哎呀，终究是电脑呀，智商差一点。咱们又可以再带黑龙了，没成了是吧？来攻城。哟，这不慌，有回城吗？也好，咱们直接回城和他决战。咱们全带磨免的，好，咱们直接回城，兵都带上再回城啊，打得细一点。回城，回思强阁。好了，现在是这个是他是这局最后的这个防御力量，但是在打之前呢，咱们还是要先恶心他一波。哎，赔本的买卖咱不干。这还打不过你，这个克兰是有多强呀？这都打不过吗？好，他的攻防已经达到了可怕的程度，你只能说是可怕。你看他的攻防，我靠，你和我没得比。没事，灭掉这个金龙就好了，一切都没事了。哎，不要再咬！我靠，我全军上下干不掉这群金龙吗？我干不掉金龙是吧？我靠，你这个搞得我很难办。没事，咱还两个凤凰呢，咱们和他拼。哎，他79的伤害应该是能搞定啊。哎，好，这局结束了。哇靠，你看人家的装备啊，结束了，他的主力 NTR 一波啊，咱们把他买出来以绝后患。就他这个玩意儿真的是，来这儿买的兵，他有神器啊，要不然的话他早就输了，他拼经济咱拼不过他。来等着他吧，还有一个人，要还两个，来等着。地图上没城了，就这一座了，早晚来攻城。你直接啊，你不会。啊，都叫四强哥，哎，这两个城重名。来，就找他吧，找那两个英雄吧，不要躲了，出来受死吧。那就等吧，来把你们都耗死。好了，我靠，这局打的是不是很惊险啊？这局发成回放，大家一定得给个三连啊！这局打的太惊险了。好，结束了啊。这局是我有生之年打的最惊险的一局，哎呀，这局真的是太难了啊！